你嘴巴里面都是什么？我看啊啊，好像吃很多是不是？嗯，你吃了几片？五片哦。爸爸，拜拜。奶奶说你今天回家要整理鞋子是不是？真的？奶奶叫你整理的，还是你说你要整理的？哦，那你会整理吗？会，但是我要有人陪。你要有人陪，对，你要我谁？要有黑狗，你要谁陪你整理鞋子？爷爷。你要爷爷陪你整理鞋子？是哦，奶奶不用陪吗？奶奶要教哥哥打毛线。哦，奶奶叫哥哥打毛线，爷爷陪你整理鞋子。哦。爷爷是个什么？小胖子。弟弟，你说爷爷什么？爷爷是什么？小胖子。谁帮你摆鞋子的？谁帮你洗鞋子的？他说你是一个大胖子啊。你鞋是谁帮你洗的？你是不是小胖子？